是吧？近日，某电影官方账号放出一段拍摄时期的花絮。视频中，演员白客正在拍摄奔跑时撞到箱子并摔倒在地的戏份。一开始因为跑得太快没能撞到，为了拍出最佳的效果，随后连续重来了7次。最后导演也终于满意的说：“拍得很好。”我觉得这样挺好，是吧？之后，白客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不过也看得出来，白客有几次都摔得特别的重。不得不说，有的时候演员们为了拍好一场戏，确实特别辛苦。相信不少网友都是从万万没想到中认识的白客。这剧中屌丝形象的王大锤一角，让他从此打开了知名度，也成为了他喜剧之路的开端。与别的喜剧演员不同，白客走的是极具个人特色的冷幽默，一本正经的搞笑也让观众称赞他是天生喜感。如今已渐渐成为电影咖的他，此次更是和影帝黄渤搭档演戏，不知道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